你好，你好，范大哥。老舅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舅。范大哥，你别管我叫老舅。老舅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眼泪都已经出来了，感动了是吧？真的要敞篷过去吗？不，我们正坐在这儿。来吧，到东北一把，咱就得整透嘛。但是啊，咱们是不是到海边再敞个篷啊？确定齐齐哈尔零下20度开敞篷车？哥，我活了快30年，我也没有在冬天坐过这种车。来吧！哎呦喂！有点。哎呦喂！哎呦我去！哎呦，这小风儿！哇、哦！我都不忍心回头看范老师。哎呦！姐，我跟你说，陈浩，我跟你说，我能给你记着了啊！你把我忽悠上这儿来了。我跟范大哥讲的是，我带他来体验一次我们这节目的这种愉快、温馨和那种是真正的旅行式的节目，很舒服的，很快乐，很快乐的节目。我很快乐。